cinnamon, where you gonna run to? Cinnamon, where you gonna run to? Where you gonna run to? Hello,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收工回酒店的路上，等一下我准备给自己录一个开箱的视频。大家应该知道，我之前离开海花岛的时候有说想要给自己一个奖励，就准备给自己买一个音箱，赶紧回家。好的，现在就准备拆它了，很忐忑。哎，这玩意儿怎么会这么重？我感觉我像搞了一坨铁一样。哇，哦，危险危险！我可以日常拿它来举铁了。其实它的长相还不错，可以给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。Yes。我现在要连一下蓝牙试试。对，这算开了吗？蓝牙。其实我想知道 O 跟 I 这个地方哪个是开哪个是关呀，你们知道吗？哦，很多人认为 O 是通电，数是断电，但是其实是 input 和 output 两个。哦， O 是 output 不是 on， 所以是打开的呀，为什么搜不到？哦，我没有插电。现在算开了吗？不仅要上电池，还要把线给插上，那感觉这地方不行了。可以给我一个接线板吗？这线有多长？太短了吧，算了，我移动位置吧，到了后移。现在已经插上电了，然后我再试一下能不能连。哦哦，这玩意儿好玩，还有一个这个。快开机啊。这为什么搜不到？因为天线没有打开吗？哎呀，怎么办呀？这还挺好玩的。我又找到了一个好东西，说明书。FM 的 ending， 但是搜不到呀。哦，把它插上了。是不是断了？搜到了，放一首什么歌好？最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，送给大家啊。不是我为了那个吹嘘啊，它真的跟那个普通的音箱放出来的感觉不太一样。开箱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总体来说，我还是挺开心的。以后有什么好东西，也会跟大家好好